继续是来自中埔乡警政方面的消息，一名70岁杨姓老阿伯日前上午为中埔乡富秀村的老厝离开了后，都唔知影去倒位，家属紧急的向警方寻求协助，顶来派出所动员全所的警力大规模的搜寻，最后伫树下发现全身窟窿皮皮出的老阿伯，家属也对环境的热心协助非常的感激。中埔分局警方指出，日前顶六所环境接到报案，自称一名杨姓的老先生，伫冬天透早对中埔乡富秀村的老厝，家己离开了后，就唔知去对，请求警方来协寻。组长陈宏杰了解了后，立即动员全所的民警展开协寻的行动。警方伫5:40伫中埔乡四通公路王爷段的边仔灌溉圳沟树丛内底，找到杨姓的老先生。伊全身躯湿漉漉，双手抱脚，跪伫树丛内底，表情看起来是相当惊吓。好佳哉是伊识是相当的清楚，伊向警方表示，伊想要回去处理，却毋知影为虾米来到遮。细心新闻正义行动部向采访报道。哎、欸，母啊，馆长伫咧网络顶边讲要退一间厝呢，是有影无影啊？困莫困，卖迷茫啦！要来吗？要来，要来，要来，要来吗？扛加一，扛加一，扛加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小宝宝，加一游戏，要不要加一？要。欢迎来加一。欢迎你们来嘉义县消费，总价值1000万的奖品，总奖项超过1000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